家好，我是香香。今天我们来勾这个丸子头的帽子啊，就是扎马尾的、扎辫子的，这里可以露出来的。怎么说呢？就是上个视频那个小扇形花，我就说错了，我把它说成凤尾花。那个不是，这个才是凤尾花啊。啊，这个帽檐才是用的是凤尾花，然后这个帽身就是用的短针啊，然后这个用的也是蜻蜓冰丝线，主色就用了一把线，然后用一点点配色线啊。啊，蜻蜓冰丝线 2.5 的，用的是奶白色，钩针用 3.0 或者 3.5 的，建议大家用 3.5 的啊。这个头头用打火机给烧一下。首先起辫子针，这样打一个结，这一针不算一针的啊，然后1 2 3 4 5 6 7 8 9 10，十个辫子针，用手捏住第十针，然后再勾一针的起立针，在第十针这里勾，这一针里面勾两个短针，也看得出来在一个针目两个针目。如果是伸手朋友啊，这第一针可以用记号扣给扣上，这其实不用扣看得出来的啊，这有一个针目两个针目的啊，中间勾不加不减的短针，一针里面勾一针，中间就是八针的不加不减的啊，然后第一针也是这一圈最后这一针啊，这里面也要勾两针的，这就是第一针跟最后一针勾了两针，其他中间的就是勾每一针里面勾一针啊，然后一个辫子针的起立，把这个织物给翻过来，同样的这是第一针，第一针里面还是给它勾两针，这个每一圈的第一针跟最后一针都要勾两针啊，这个第一针这里伸手朋友也可以用个记号扣起来啊，这个位置然后中间这里啊，中间这里就隔一针加一针，然后这里勾这第一针勾了两针啊，然后这里勾一针，在这里勾两针，就是一针的勾一针，一针的勾两针啊。好，这一针里勾一针，这一针里勾两针，一针，这里勾两针。好，就算这最后这里是两针啊，等一下啊，看一下有没有错啊。一针两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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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后这一针是两针，那么倒数第二针是两针，那么最后这一针也还是要勾两针的啊，就是每一圈第一针跟最后一针都要勾两针，必须勾两针的啊，啊，必须要勾两针，这里在一个辫子针的起立，同样这是第一针，这里也还是要勾两针，那也用胶，也用个钩胶扣扣上啊，这个不大熟的朋友就扣上，免得拉针啊。然后这一圈就隔二加一啊，一针的不加针，两针的不加针，第三针上面加一针啊，一针两针不加针，第三针上面加一针啊，大家就勾到那后面去啊，勾到那头去。好，这一圈勾到最后这一针了啊，最后这一针也是要勾两针的啊，就是每一圈第一针跟最后一针必须勾两针啊，一直在重复啊。好，一个辫子针的起立，同样第一针这里翻过来，第一针这里勾两针啊，第一针用记号扣扣一下啊。好，这一圈就勾隔三加一，三针的不加针，好，第四针上面给它加一针啊，就这么勾。
好，到这个最后这一针了，最后这一针里面勾两针，在一个变针的起立翻过来，第一针里面勾两针。这一圈就勾隔四加一啊，啊，一针的不加针，两针，三针，四针的不加针，第五针里面给它加一针啊，这里这个有一个接头了，嗯，等一下啊，一二三四，这里给它加一针。再勾四针的不加，把这个两个线头给它包进去。这线如果有接头，算是正常现象啊。那线都会有一点点的。三针，四针的不加针。啊，第五针上面给它加一针啊！大家把这一圈勾完，这一圈勾到最后这一针了，同样的，给它勾两针。好，一个辫子针翻过来，第一针里面给它勾两针，接下来又勾两圈的啊。第一针跟最后一针勾两针加一针，中间都是勾不加不减，啊，这一圈也是勾不加不减勾过去，最后这一针就是两个记号扣这一针嘛，就是勾两针加一针，中间都不加不减，啊，这一圈勾过来，在那一圈勾回去，就是勾两圈啊，这两圈自己勾啊。好，这个前后各加一针，中间不加不减勾了两圈了啊，现在继续。一个辫子针的起立翻过来，第一针还是给它勾两针加一针，第一针还是用记号扣扣上啊。然后这边啊就是勾四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四针的不加针，第五针上面加一针，中间都是不加不减啊，只加这个位置，然后这里。最后这一针也是要加针的啊，然后这里一二三四，第五针上面用记号扣扣上，等于这个第五针这里加一针，这一圈其实就是加四针啊，第一针加针，这里加一针，然后最后一针加针，这里加一针啊，中间就是不加不减的勾啊。我这边用记号扣扣一下，另外一边就是不一样的勾法啊，这边就记着。啊，中间这个位置就是不加不减的勾，一直不加不减的勾，勾到记号扣，这个记号扣里面加一针，然后最后这里加一针啊。好，勾到记号扣这一针了啊，取下来记号扣这一针里面给它加一针，勾两针，然后二三四针的不加针，然后最后这一针给它加一针。一个辫子针的起立翻过来，第一针给它加一针，这一圈就是，第一针跟最后一针加针，中间都是不加不减的啊，就是这里加一针，这里加一针，中间就不加不减啊，大家就勾完这一圈。好了，这一圈也勾完了啊，接下来重复上面两圈的勾法啦哈。每一次就是每一圈每两圈都是重复上面两圈的勾法了啊，然后翻过来，第一针里面给它勾两针，然后我们翻到这个记号扣这一面来了啊，这一边就是隔四加一针，一、
二、三、四，好，在这里面给它第五针上面给它加一针，好，这边也是数四针，来，一二三四，第五针里面用记号扣扣上，同样的这一圈也是加四针。第一针加一针，这里加一针，然后这个记号扣加一针，最后一针加一针，中间都是不加不减的啊，都是重复的勾了啊。然后再翻过来这一面，这边也就是这一面这一圈勾完了啊，这圈勾完勾到这里，再翻过来，跟上上圈一是一样的，前后各加一针，就是第一针加针跟最后一针加针中间又是不加不减的勾，再勾完这圈再翻过来，又是这么勾法啊。加四针，啊，这里加一针，隔四针加一针，最后这里也是加一针，隔四针加一针啊，就重复的这两圈的勾法了啊，大家自己把自己勾到，头围多大你就勾多少，啊，好，大家看一下啊，我这里已经勾到了74针了啊，现在来量一下那个头围多大啊，那就这样子挨着这个边边这里。一路量过去，根据自己头围的大小这样子勾啊。我这里已经是54厘米了，74针54厘米，你自己根据自己的头围大小啊，如果头围大你就再接着勾，头围小就接着加针啊，头围小就不加针了，就少勾一圈啊。这个针数74针是蛮多的啊。如果你的头那个线粗的话，60针、66针也就差不多了。我这个线稍微细一些啊。然后接下来就这个帽顶算是勾好了，接下来就勾帽身了。